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蒙。好的，来玩这款怪兽培养。那今天是6月8号，有预先注册，已经通知我上架，那应该是6月7号吧。好，哈蒙。那账号的部分，他用那个 Google 账号。为什么不行？试试看。难道要打英文吗？我来检查一下哦。突然间变3到10个字，刚不是2到10吗？怎么那么奇怪？我来输入看看喽。好，追踪哈蒙。哦，可以的，可以，可以。我重开了啦，重开过，原本是2到10嘛。然后这家公司 Mobrix 是韩国的游戏厂商，它的游戏大部分都放置多少钱？大部分。那我都这样说了嘛，那 搞不好就真的是放置挂机。我已经听到那个守约在战斗。好，至少它都有繁中啦。哦，繁中。啊，怎么没有出现金刚号啊？好，果然是放置挂机。这家游戏公司的放置挂机小游戏超多。我最近有玩的《三国英雄传》、《暗黑巫师》、《吸血鬼养成》、《刀锋养成》，然后还有一堆方块游戏，反正一大堆啦。好，来吧，韩国的放置挂机都是首页位置战斗。啊，这边有一个抓住六只怪兽。怎么做啊？我们这边有两只怪兽难道是我们刚刚抓的吗？再小声一点，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它一直战斗的声音啊，就一直打怪。我们再小声一点好了，反正音乐也没有说特别好听嘛。好，游戏的话没有游客，我看了一下那个 Play 商店下面的留言，说没有游客，删。没有游客体验，确实是有人不太喜欢吧？而且它只有 Google 而已啊。来，这边猎人，然后说攻击力嘛，我们直接强化到强化10啊，因为这边是到5嘛，然后就获得这个钻石吧。钻石通常都是拿来抽装备的啊，通常这种游戏都是拿来抽装备、抽武器。或是抽佣兵、抽宠物，然后它好像是自动推关卡吧？我们在这个洪荒大陆市、原生森林灵芝市，有一些玩家是不是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真的吗？我也来个你好，不行，这个可能你好是任务吧？是不是？搞不好是任务。他这边应该是 buff 吧？哦，现在的 buff，新手的一些 buff。他说要我们使用这个稀有怪兽蛋，怎么弄？这个吗？这是武器呀，武器蛋。这个啦，虽然是抽武器跟抽怪物吧，怪兽。因为游戏叫怪兽培养嘛，我就是抽怪兽。好，放着，等下跑一下。我来倒个水喝。突然觉得喉咙干干的，讲话有点没力没力的。好，建立怪兽。应该是这个吧。OK，我们有一只那个很像那个北极熊的东西。我们那个小火龙嘛，然后有一个很像兔子的。那我们要强化怪兽，强化怪兽需要这个红宝石。
这边可以打 BOSS 是不是？先不管，他这个一个就是让我们用做任务用的啦，就让你知道说怎么开道具这样。好，有武器了，使用。哇，武器这么大吧？以韩国放置挂机的游戏来说，这样的画质还不错吧，还可以的。想玩这类型的可以试试看这款游戏啊，如果你玩过类似的，你不想玩就删掉吧，就当做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反正我就玩给大家看啦、啊。我也很少说把这些游戏玩到不能玩为止啊。通常这种放置挂机都会玩到某个程度就过不了关，然后就要一直挂机，一直挂机。所以比较没有什么攻略可以说吧。哎，还差一点。所以我通常很少玩，很少说去录然后去玩这样啊。以前玩过几款那种美少女的放置挂机吧，然后大概就玩一个礼拜就卡关了，然后该讲也讲完了。启用灵魂 buff 怎么弄？看广告。哦，这个吧。够，然后再加攻击力嘛，1800米啊，这样算用了吗？不知道，好像用了是不是？刚刚那个灵魂 buff 怎么出现的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它是点了之后它就跳过去嘛。伤害量，查看伤害资讯，不会看，卡关，这看广告嘛。灵魂 buff 哦，在这里灵魂 buff， 它这个秒数已经开始退了，已经开始增加了，已经开始减少了。伤害量在哪里啊？你不跟我讲，查看伤害资讯，更多怪兽战斗。这边应该是要跳副本吧？什么地牢啊、世界 BOSS 啊、种族之塔、竞技场。然后什么是 Big Sale 商店是不是？哇，好贵，买不起。这个好贵，真的好贵哦！你一个新游戏嘛，要人家氪999，你们氪得下去吗？我是氪不下去的。尤其是这种手游，放置手游的话，就挂着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是通行证吧？玩通行999有个贵的，有330、990、990。这个游戏真的氪金好严重哦，氪金太多了啦。你知道我在干嘛吗？我在找那个伤害怎么看，实在是看不出来。查看伤害资讯，点击更多。伤害资讯在哪里啊？直接告诉我伤害资讯这里，然后点击更多，有更多吗？哦，点击这个更多啦，然后这边有个伤害量，好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他应该先把那个更多在前面吧，然后我们再找伤害量，没错吧？他竟然是说先伤害量再点更多，那顺序就错啦，难怪我找不到。这边有伤害量啊。哇，这只飞龙好强哦！这飞龙打好多啊，为什么这个很像老虎，有点像北极熊，我怎么不见了、啊？死掉了吗？他真的死掉了，他真的没血，为什么？哦，他为什么没血啊？好奇怪。队伍，然后可以确认属性相克，应该是这个吧？是不是？还是这个？洪荒生命暗黑，然后就不知道什么东西耶，洪荒护克，怎么奇怪？确认，真的还没出来，我们的老虎怎么不见了？我们虎哥不见了，
哇，怪兽强化，他还等级一耶，不好升哎。哦，这只怪豹跑去哪？那不见了。有啊，应该是装子装备了吧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礼物箱吧。20K 哦。好，哎，怎么还好金刚好？好，这边一只是 boss， 我们打 boss， 可以打 boss 一下。原生领一只屎哦，是不是一只屎打完了变二之一了、啊？他说完成了、欸，不知道这边有一个那个进度条没有？可能打到这边就是 BOSS 战了吧？好，任务一键领取一下，有日常任务跟累积任务。好 ，BOSS 战嘞，有没有啊？好，来来来来 ，Danger， 这一只吧，这只长得很怪，对，很像猩猩吧？哎呀喂呀，我们的输掉了、欸，死掉了。哎、欸，这只又复活了，又复活了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他马上死掉、欸，哎，他马上死掉了、欸，死掉之后就不能用了，是不是？好像这样说。就变成说下一个进度吧，哦，他说要召唤十次，我们这边有了哦，怎么按？这样吗？十次，哦，这样就算一次，这样十一次了，就十次送一次吧，还有武器。好，强化武器，我们最强应该就是这一把了吧？强化十次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哇，我们小火龙又死了，这宠物死掉怎么复活啊？召唤吧，都是 C 的哎、欸，还有一个是 B 的。怎么又复活了？不是很懂。刚那个防御我刚点过了。猎人技能觉醒到十级。这边还有，随便点点。好，二之二。很奇怪哦，这是为什么要死掉啊？我们可以买一些这个灵魂 buff， 买，我买，我买买买。你也可以看广告，等把 buff 都跑出来了。有文物是不是？这就是探索文物，就有点像神器啊。收集这个资源来抽神器，提升怪兽十次。好，不是已经升好了吗？哦，差一点点。好，大概是这样的玩法，我们就先抽装备。抽武器，有一个 A 的哦。他的武器大部分都是可以合成的、啊，通常可以合成。比如说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他有十分之几，那就是可以合成的、啊，就可以去觉醒吧？是不是？让你说低阶的武器，你拿不到超高阶的时候，你先用低阶，然后把低阶慢慢合上去。强化并获得攻击力 buff 武器，怎么做？这样吗？
到100是不是？啊，100 buff 100%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啊、哦，这边有一个秒数，秒数要干嘛的、啊？是我这一关的时间是不是？2-4。没有啊，2-4还在2-4。背包有一些可以开，开下去，史诗的，哇 ，SS， 我们来换一下那个怪兽队伍，这是 S 哦。嗯，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我不知道啊。我们把这个 A 的换下来，这 A 的比较强，因为它92的。随便吧。好，确认，它就开始布阵。好，我们怪兽可能要练一下，不然它要死掉。哎呀，马上就死掉了！天哪，这怎样啊？我们这只有点高啊，会死掉应该是我没练嘛。哇，没了，可恶！把我的怪兽死光了。直接换下来吧。重放会怎样？重放要复活啦，可以重置啊。怪兽死掉你可以重置。好，这样我知道了。就是你要上怪兽之前，你最好先练一下，不然你怪兽就会死掉，因为才一级而已嘛。我们要强化攻击力、防御力、生命力。技能也可以按按。皮肤的话，哇， 990。只能存着买这种吧，黑狼皮肤50000，我们这个还没有到吧？不能买27K 大概是27000嘛，这个要50000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吧。我觉得以韩国放置游戏的话，大概都是这样，就看那个画质。看那个画风，你喜不喜欢？然后这是横版的，大部分都做成横版，也有直立的啦，也有直立式的竖版的。横版的话，它比较有冲嘛，就首页这个页面一直打。然后我觉得它的氪金有点夸张，它氪金有点夸张。不氪也没差啦，你就自己看看广告啊，然后点点 buff 啊，怪挂。然后另外一个他没有游客账号，大概就这样吧。哦，那这家游戏公司他的手游超多，都是韩国游戏，然后放置挂机也蛮多，然后有一些方块游戏啊、小小游戏也有。那我就先玩到这边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